位棋友大家好，今天呢由我和曹大元老师为您介绍孟百合杯古力李世石十番棋，这是第六局了。对，曹老师，在前五局中啊，古力和李世石的比分是2-3，是古力呢是落后了一局。对，那前五局走势是什么样的，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前两盘是李世石二连胜，然后古力呢是连扳两城，第五局又是李世石获胜了啊。这个就比赛的画面，当中站着的是王汝南八段，他是比赛的裁判长。对，王主席现在在宣布，那么比赛开始了。对，我们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媒体啊关注这次的十番棋。对，那么第六局比赛是在安徽对六安金寨县的天堂寨风景区进行的。是的，这个比赛因为用时时间比较长，是上午9点就开始比赛了。对，这个用时是每方4小时。是的，这是李世石九段。李世石九段。刚才看到李世石九段是眼睛一闭向后靠了一下。因为每次围棋比赛的前15分钟吧，是媒体是可以进去自由拍摄的。这时候棋手呢，他们一般会，我不知道那种心态是什么样的啊。其实当然这次也是慢慢会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的。有些棋手的话，就是可能还不是太适应。最初不太适应的话，实际上我对我的有些。就是说最初参加比赛一些年轻队员就会说，如果你重大比赛的时候碰见不太适应的话，你就稍微就是把下棋的节奏控制的慢一点。哦，慢慢调整一下。对，就是说不要下得太快。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十番棋，它的用时呢是每方4小时。对，在现代的这个棋战当中应该算是比较长的一种用时了。对，应该说在国际比赛中目前是比较长的一个用时，在中国和韩国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日本的话，它两日制对局的话，日本它有两日制对局，现在它国内比赛有是。那么第六局呢，也是从早上9点开始进行，是每方4小时，中间呢好像是没有打挂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自由支配的时间之内。对，好的，那曹老师，我们言归正传，赶快进入这盘精彩的对局。行，好的。这盘棋呢是古力的黑棋。对，这个十番棋它是每局不用重新拆先的。大家轮流来。是的，一盘黑第一局拆先。第一局拆先。 对之后呢就是轮流执黑。对，它和一般从传统意义上的番棋比赛不太一样。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番棋比赛，比如说3番棋、5番棋、7番棋，这个比赛呢是第一局拆先，然后如果说是有第7局比赛的话要重新拆先，或者有第5局的就决胜局。决胜局要重新裁先，这个比赛双数，对双数，除非是出现极意外的情况。刚才我这话讲到一半，如果说当中有某一位棋手是5胜4负，下到第10局的时候出现5胜负，怎么办呢？那就是他是规定，这个规定他是要再加赛一盘棋的。哦，再加赛一盘。是这样，就是有第11局，我想结果要重新裁先也会很好看。是。那无胜负其实在围棋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啊，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对，是不是完全没有？对，因为古力和李世石他们两位交手的频率非常高嘛。是，我们统计下，在这第六局之前特别巧合，曹老师，对他们两个刚好是21-21，再加上一盘无胜负，是他们之间的对局还出现过，就是完全持平了。那这盘棋对他们两个总成绩来说是天王山。对，是的，是这样的。当然，对这个十番棋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对，所以今天这盘棋呢，是不管是总成绩还是十番棋，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对。对于这个比赛，我想就在很早之前，就是我想两位棋手都已经。从心理上、技术上，或者说从体力上，都在做准备了。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古力呢接受采访时候说了，他说今年呀，他最重要的是2项比赛，一项是围甲联赛，因为关系到这个团体的荣誉，另外一项就是十番棋。对，这个十番棋，实际上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了国家的一种荣誉，对，当然也是跟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息息相关的。对，是的。
那么开局呢，鼓励是以心无有角。我看了他们的之前的五盘棋，好像这样的开局是比较新颖的。之前两位中国流多，对中国 流基本都中国流，要么是黑棋的这中国流，对最普通中国流，要么是这种迷你中国流，是这样的猜过去。对，所以刚看到这里的前四步的时候，我以为第五步可能会下在鼓励之前下到这里。那么最近很流行了，稍作改变，无忧角。无忧角是。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布局也是非常流行的。最近是黑棋这个也很流行，大家可能如果就是经常关注我们国内外大赛的棋友朋友，应该这个见的比较多。然后飞进去反夹，白棋飞角，黑棋反夹，这个进来不算很多见。鼓励实战采用了这个二尖高架。李师实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定式，流行过或者说是流行过一阵的一个定式。曹老，现在如果现在这种情况，黑棋有没有别的选择？实战它是挡下去，对吧？它还有一个就是下在这儿，这样是比较简明啊。对，那么白棋肯定是爬回去。白棋肯定是爬回去。然后呢，因为这个棋是这样，以前的最早出现这个定式的时候是白棋这里先搬一下，黑棋长，然后白棋点角，这样呢黑棋补下来，白棋爬回去，这个黑棋呢是再补一个。对，这样的进行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是比较大概20来年前吧，就很流行的一个传统定式。后来大家慢慢觉得呢，可能白棋的这两个交换比较吃亏。他想走成这样，白棋走成这样之后呢，他觉得你这个地方黑棋啊，实际上也会牵一手棋，还要补一手。对，因为这地方你不走的话，我要藏出来，依然很严厉啊。不过呢，我想职业高手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老老实实的补一个，这个太不像话了，或者不在这，是吧？虽然很厚实啊，是是是，但是。感觉上有些太缓了。对。那除了这种补法，所以他是不补的多，这个地方干脆不补。对，或者说有的时候也有补这个积极一点啊。跳在这里间接的不断，但是肯定是不会补这两个。有没有在上面小尖补的？也有，但是小尖补的话这个地方还是有个扳。所以这个棋一般来说呢，除非就是外边，就是说特别看重这种拆边，黑棋的两眼张开，所以黑棋简单的处理一下，走别的地方的大场。所以通常来说，黑棋不太情愿就是直接走一个这个。所以实战是黑棋是挡下，对，挡下也是最常见的。白棋搬一下，搬，这个就是顶式的一个下法。对，这个尖是很有意思的。这一粘，我觉得进来也非常看到的机会非常多。对，他是想兼顾两方。兼顾哪两方是脚步和这个中央这个头。因为当然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地方出头的话，这一长他就出头了。对。但是这地方被白棋这个脚里这么一爬回来，白棋这个效率太好。对。白棋脚步的效率太好。如果爬的话，定式还要好像挖针还是直接拐？现在可能不用挖针，就直接拐吧，因为不怕白棋在这里，因为这个子的位置不用怕。对对对，如果在这里的话，这个就一接这个黑棋有点难受。对，所以在这里这个黑棋不用去挖接的，就单拐好。但是白棋一接的，实际上这个图形也是对白棋的效率比较好。总的来说，白棋这个。黑棋先占角，被白棋这么舒服的把角地拿走。对。一般来说，黑棋有点不舒服啊。所以，他实战要接在这儿。接在这儿呢，是这里也是，就黑棋等于出了半个头，不如这么出头好。但是他换来的呢是白棋在脚步，他的行棋的不自由，白棋脚里不太容易下。对，没有不像刚才可以直接爬回来。是他这个顶，这个也是定式的下法。是。这都没有问题。对，白黑棋下力，然后跳。跳，对。这地方呢是黑白棋呢也有是先在脚步下一个尖，先小尖这样的一个下法。对。
这个下法呢，黑棋大概是会下在这里，因为靠这个是没意义，以后被他有加过，所以他会走在这，然后他再跳。不过这两个交换呢，它也有一个弊处，就是说失去了这个小尖的一个机会。不过你现在小尖是不能成立了，黑棋是有这个靠。对，有点卖位的不过这个地方是，就是说白棋是要思考一下的地方，是不是要交换掉？对，因为它实战走在这，那黑棋这个也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没有交换，那么黑棋需要花一手棋，是，但是补的比刚才那个脚步的空要多。对，因为你走这个的话，可能黑棋是只能走到这一带去。这两个变化应该都是定式。是。怎么样？都有这样的选择，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哈。是。他实战是这样，实战是黑棋单，白棋单跳，黑棋跳下来，然后白棋跳，整形，对，现在黑棋再跳过，对，黑棋走的比较实惠啊，鼓励走的，对，这个跳过如果不跳的话，就变成这个地方是要拆了，要花一手气。因为他觉得可能还是这个厚。对，如果我都不走，可不可以？不走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一带，挂角啊，或者粘大场，我随便走一个啊。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虽然是白棋是这个局不走，这个是很心痛，但是他这样下的话呢，实际上他一旦他要下，他时间就先手把你这个阻住了，你的通联的方法就没有了，然后这样的时候他就可以就这样加紧。对，这白黑棋有这可能性，有一些苦啊。是。所以实战这个黑棋还是有必要的下法走一步的。那么白棋粘大场。黑棋。加一个，这个白棋应该也是必然的，因为目前这个子比较轻，虽然就是明知道这个地方是肯定是很薄的这一靠是就靠断了，但是白棋还是不情愿补的，因为这地方白棋要补这样的下法的话效率太低了，黑棋可以拆过去，这是黑棋比较好，有一些单关的感觉，是这样，就是白棋还是拆在这，这个子呢就看清了一些。对，他靠这，他依然没有下。白棋接着跳。这个是大局为重的一个下法。黑棋还是补掉是吧？对。曹老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开局怎么样？我觉得黑的还是蛮顺利的现在。感觉他这比时控比较多，对，全局也蛮厚实的，看起来应该觉得黑棋调子鼓励还不错。对，从白棋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白棋这个一串纸的效率不是很好，有些没走到控。曹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就是李世石啊，他很多对局当中都是前半盘布局阶段会有一些感觉是有落后，但是呢从到中盘开始再到后半盘，他这个追赶的脚步特别迅速。是，不过他这个如果说这个局面的话，那个如果说你要说白棋落后，我觉得还谈不上。哦，还不能说落后，可能是这样。对，就总觉得好像会觉得对手的调子更好。黑棋还是比较顺利。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跟李世石下棋前半盘的优势啊，不能掉以轻心。对，时时刻刻实际上都不能掉以轻心。对。不过像目前的中国或者世界棋坛，实际上这个年轻棋手都有这个特点，你时时刻刻都不能掉以轻心，随时会被一点点的轻心都不能掉以。对。对。很细微、很细小的一个错误就满盘皆输。对，其实，在下这盘棋之前呢，我了解了一下，就是两位棋手啊，因为这是第六局嘛，第五局实际上是在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下的，等于六月份是一个空档期。对，是。那么就这段时间呢，这两位棋手的状态啊，其实鼓励更好一点。
嗯，因为李世石是最近，我看见他的对局记录是有一个四连败。啊。然后古力呢，虽然也是四盘棋呢，是二胜二负。嗯。所以这个对比起来，我觉得古力好像状态还可以。那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那个五十步和消一百步的问题，可能都不太好。都不太好啊。对，那个对古力来说，二胜二败这个战绩肯定也是不是很理想。和他这个身份地位来说，对，不是特别的。我总是觉得吧，因为有这个十番棋的关系，这个十番棋是贯穿全年的。对。如果下满十盘的话，对，就到了十一月份。对，所以说，其实两个棋手都特别看重这个比赛。嗯。所以说我甚至觉得可能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因为他们把重点完全放在这个十番棋上了之后，可能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竞技状态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他们会把自己最佳状态压到这个比赛上，别的比赛可能会适当的放弃一下吗？他们希望是这样。像古力的话，我记得已经放弃了国内的好几个头衔战，他没有报名。对，头衔战也没有报名，并且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哦，也没参加。非常重视啊。对，其实是这样。当然我想对这个十番棋来说，他赛制很严酷，就是胜方的话就可以取得巨额奖金，负方的话几乎是没有。对，而且还不仅仅是一些奖金问题，这个是很重大的名誉问题。对，我还记得就是说，就你们围棋天地杂志吧，就是采访过聂卫平老师，就让他谈一下当今世界棋坛的前三位。当今世界，对，他是我记得是指出了两位，前两位他指的是十月和朴廷桓，对。然后第三位他指的是谁？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因为我印象很深。他第三位说，古力和李世石的十番棋胜者。对，是。那就说谁获胜了？那就是聂老师眼中的最强者之一。对，因为是这样，这个十番棋的参加。他们两个人参加十番棋的时候，确实不是他们两位棋手最顶峰的时候了，已经。嗯。目前实际上都不是，就李世石和古力都分别不是我们就中韩两国的就排位第一的棋手。对。当然也是前列的，没问题。那是肯定的。嗯。当然，在我的心目中，如果要挑选两位棋手，中韩两位去下十番棋，那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代表。这是肯定的，其实是，没有，就是绝对的代表，不是之一，就是那确实是这样。但是确实现在他们已经过了最巅峰期，但是呢，聂卫平老师呢，把他们这比赛胜者呢，还是排在前三位，说明就是这比赛如果说能获胜一方的，还是能够维持在世界顶尖棋手的行列当中。当然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其实也特别希望他们中间的负责，你的依然能够排在，不说前三位吧，能够进世界顶尖的这个行列里边的前六位，在这里面，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的。对，因为这能够更加维持他们的棋坛生涯吧。因为这个比赛确实输的这一方是很伤的。很伤的。对，就是这样。各方面都很受伤。所以可能对这个比赛来说，这个两个棋手都是相当的重视，肯定确实对别的比赛成绩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吧，应该说这样。不管怎么样，今年他们最重要的比赛就是这个十番棋。目前来说哈。是肯定是。是的。好，那我们继续看棋局。他是走这个黑棋拆一个。然后现在其实白棋是这个飞也是很大的，很现实的一步棋。对，不过呢就这个地方呢比较厚。就下来之后破空之后，白棋的这块棋也有眼位了，在边上能够生根。如果你什么都不下的话呢，黑棋是，如果这里有一步棋的话，白棋这个不太好办。对，以后的话他就一步一步就往外下就行了，你要下全是单关，所以说这手棋呢是跟厚薄有关系，跟目数也有一定关系。对，因为刚才黑棋一步棋连过来，是很大。那现在黑棋是走了这个跳，
白棋在左边连片，嗯，黑棋应该是也打入。打入。这个打入的手法，嗯，其实选点上的话，还有一个是这二五清分，二五清分，这个比较常见。对，如果二五清分的话，白棋大致，嗯，这两点。对，是，对。嗯，因为后边这个变化非常激烈啊，曹老，我觉得我们前面可以。行，加快一些速度。好的，是他是这样，他打到这个，他是跳了一个，对，然后他一飞，白棋顶一个是吧？嗯，啊，白棋没马上顶，没有马上顶，这手棋是应该说是出人意料的一步棋，嗯，有点隐争的意味，应该说有点隐争的意味，肯定是有他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是这样了，我觉得其实上就是为了这个顶，最初的话。他大概是怕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他怕黑棋藏过去，就这地方有个洞。曹老说的这个引争就是这里，就大概是这个。如果现在没有子的话，刚好是争不掉的。对，现在有这两个，他就争掉。现在看看是不是刚好争掉？刚好争掉。刚好争掉，这个子非常有用。所以他就应该说不能藏出去。对。他先碰一下，当然这两个交换实际上便宜吗？局部他肯定亏的。他就为了这个顶，不过这样的棋，李世石下的也是挺大胆的，就这个是损失在先的。实际上这个顶的话，是一个长形吧。实际上我觉得啊，就即便你不下这个，白的如果直接顶的话，黑的也未必有胆量往外长。比如说我现在长，然后白棋能不能再顶？在有这个地方也是实在是，这两手交换就太痛了，也是下不出手啊。对。但是这期局部的话是一个战斗，实际上，但李世石我不知道他看见是什么了，觉得这个战斗就是白方 就即使争子不利，也是可以白棋可以一战的。是，对。你给我搬的话，搬他就走出去。实际上这个地方出来，起码是一个混战，绝对不能说白棋不能下。对。这个棋，我是这是靠稍微有点出人意料了。对，我看现场的一些报道说的，当时李世石靠了之后，现场的一些高手啊，还有这国家队的棋手啊，都是觉得非常吃惊。吃惊，对吧？是，这个不是一种常形了。对。然后他再顶。再顶。那么退回来。其实对古力来说，也不用再多做考虑了。对，如果没有这两步交换的话，可能还要稍微想一想，有可能藏进去，有些犹豫。但是我觉得古力不见得肯定藏，不见得肯定藏这里 是吧？对。不过呢，这个局部呢，它是实际上是这样。现在白的又回到这，实际上现在黑棋，我觉得只要是下的这个街，这个黑棋没有坏的道理。这个地方，你就算沾一个不好，对。这个局部的话，就是这样，等于白棋拆啊，黑棋尖顶一下，也还好，尖顶一下还好，还好，接手。你这两手就太饿了，太俗了。对，所以白棋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得咬咬牙，说不定是要下力不肯接，接的话肯定亏了局部。下力的话，那我是不是得打一下，还是打这里？下不下不可以，我走别的地方也可以，哦、就是说。黑棋接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理由。这地方他呢是又先搬了一下，这地方古力呢是下的最强的一手棋，然后藏进来，藏进来，对，非常狠啊。当然搬了以后就没棋下了，对，他不能走这个地方搬住，这个两个搬太亏了，所以他想的是在藏进去的。既然要搬了，就要藏。这个地方不见得就黑棋这样的下法一定就有利，他现在藏出来。这个局面呢是黑棋呢是他也不敢下这个黑棋，因为下这个白的出头啊，怎么样的？这三个子你先抓不住。对。所以他是这个压住呢，可能是古力的一个预想的一个下法，他就是直接就在这个局部，不能让你这两个子是很关键的一个棋筋，一定要把你就地解决。实际上就是这样。对。这当然黑棋白棋不能藏，白棋藏的话黑棋压过，下面眼位不够，气也不够，所以他是要搬。搬的话呢是先搬一下，黑棋先搬一下。直接断的话，上面就可以争掉了。断是如果能成立，当然这个是被争掉了，被争掉了。对，所以他只能先搬一下，有一点痛心，但是也没有办法。他断，
打下来，打下来，这两个子肯定死。但是白棋呢，可以在外边有所利用，嗯，叫吃，吃，接上连扳，嗯，连扳的时候，现在黑棋呢、是吃在了下边，对，那只能吃在下面。如果你他不能走这个，这个、走一排，这个、还下来，这手棋本来就有手棋的价值，对。这种情况是非常忌讳的，上面被对手便宜一下，下面又被便宜一下。是，现在肯定要杜绝。其实是这样，这个绝步呢，通常的下法呢是这地方再补一个。对。就是说，或者接这个，或者接这个，补一个。两个断点不是绝对的，不算绝对的先手，可能黑的会脱先。这个拐可以暂时放一下，是吧？对对对。但是很大吧，曹老，这个也还好，因为这地方有拆二。啊、哦。这地方黑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一步大关子吧，可以说是它是可以脱先。时关时控。黑棋也许可以走上面这种打路啊什么的。对。但这个棋呢，很容易想到的一步棋。那李世石是呢，这地方下得很积极，他先进攻黑棋这个，扳他的加。这个靠有点损，可能古帝是想到后边的这个有某一个图形跟这个靠有点关系，所以他想靠。实际上这一期从局面的第一感来说是打在外边，接在这儿，就往外面走。对，可能跟他后边如果还行战斗的场面，可能这个稍微好一些。他实战是这样，黑棋这个是先损了。先审了一下，然后他是打在这儿，他往这打，打出来，他接这个，这个呢可能他黑棋就预想就是想下成这样，贴出来，下成这样之后呢，就是有这两个之后呢，你先这个断点不能成立。哦、本来的话他怕黑白棋断进来，现在直接断是有点难受的。对，断就有这两步交换，马上。滚死了不是有点难受，这一下子就滚死了。再吃哦，边蒸掉了。对，蒸掉了。这个子很有用，这个断点是不能成立。嗯。但是之前这当然黑棋也不肯，这两个有点交换，对，有点死哈，那个这个太亏了，因为这地方本来可以点什么的。那就下成这样了。贴起来。去飞。飞，既然靠了，已经靠过了，就搬掉。下一步棋实际上是本局的一个分水岭，可以说。分水岭。那么，曹老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局势怎么样？两分吗？对，我觉得差不多吧。还可以啊。但是我觉得看黑棋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顺掉，因为这个地方可能白的实控上追回很多。但现在可能我觉得啊，从局面上来说，这个点很大。飞过来。这手棋本身就特别大的一手棋啊，跳起来，双方马上这边变得很立体，交集，对，它可以白棋，比如说可以吃一个，跳一个，这手棋特别大，但是这地方古帝选择了战斗，从结果来看，这个是有点盲目，这地方黑棋实战是下了这个，对，这个打吃呢，实际上是相当需要勇气的。下这手棋，因为本身是这样，打在这儿的话，一长大家可以看见，实际上是这几个子是被吃掉的，而且这个实力非常大。对，是。其实现在鼓励也是一种选择啊。对，是一种选择。是稍微这个小富即安，还是争取更大的利益？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确确实实说，可能跟棋手临战的那种心理状态很有关系。对。鼓励实战是选择的。对，放长线，这个，但是这个效果究竟好不好？好像因为他先损控在先。对，从局后来看，我们事后来看，曹老好像是不是太好，不是太好。对，说不定像您说的打吃这边，可能不下比较好。先不走。对，您说的对对，可能先走上面。对，如果能走到一下再战斗，可能也更有利一些。因为这棋现在的话，实在就是后续的话，就是白黑棋从哪里获取利益太难了。对啊，对古力不知道对这个场合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从这里出来？对，现在对这么一条龙进行强攻。不，现在他通连着呢，一小箭通连着呢，而且下面还有下来，这还有加，
好像中央的话是黑棋是个软头，你看黑棋实战是打在这儿，我们来看它是实战，我觉得黑棋并无成算的想法，是不是有点黑棋小尖，小尖的话当然下一步是这地方是有靠出来，靠出来就这里有个尖刺，你要接的话它可以出来，但是呢白棋也有一个好的一个防守的棋，它走在这儿，这呢就防止你这靠了，虽然实战黑的还是靠了，但是白棋可以接，并没有黑棋下来特别大的一个效果，这是实战的一个进行，对，白棋虎这个子刚好补住了，补住冲他走到这个尖，争取这个先手棋脚步呢是眼位是有了，即便你加他挡住他也能活，他就想把这手棋但是控很小，黑棋这个下法是非常损控的一个下法，紧接着这个飞的意图是什么呀？飞的意图当然对这三个子产生直接的危险，然后希望能够通连，通连之后因为现在有这边还缺一个子，对是如果能够飞过来把这块空都围住的话，对，那效果还是很好的。其实这个地方很难下，我觉得黑的现在已经有点不好下，就当这头绪太多，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直接获取利益，对，当然他绝对不可能这么再补一手，有点缓了啊。但是这个棋到底怎么样，我不好说，对，可能也有点凑白棋正好下了这个跳，不是很好掌握，对，因为现在白棋有一个先手打吃，打吃，所以这个跳刚好，他现在走这个搬出来，他冲，对，他可以先顶一个，现在如果你这边补的话他可以拐过来，这个黑棋太危险，对，这个是差不多是先手这个顶，黑棋是叫吃，白棋然后把这个三个字再救回来，这个逐渐可以看出黑棋这个下法实在是没什么成算，就从这边打吃出来之后，对他自己这地方气特别紧，自己好像下得有点薄了，对，薄，自身现在这块棋黑棋也很重，也许就没眼位还不够，对，这棋黑棋现在断，黑棋很危险，现在会不会黑棋鼓励有些误算在里面呢？也许是有一点点，但我不知道他什么地方误算，不会说是没看见这个吧，这一弯出来，这个虽然形状不是很好看但是非常实用，对他又走别的长形是这个了，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就白的跳这是一个棋形，但是呢现在这个跳呢黑棋是可以搬这个，有一搬，对，搬的效果是搬的效果是这样，他走这个的话他可以冲就冲去了，冲破黑棋的防线，对，走这个的话你先冲不出去它可以挡上，那差别就在这儿，气的原因是吧，对，你先如果打吃，那我不是他这叫吃，一叫吃就可以，对，这边黑棋有两气，对是这样，所以说他不能跳，他可以走这个，那白棋弯就是希望一子两用，对又让你补一个，然后我再把这边补回去。那他就可以这个补回去。那黑，如果说你这是什么跳一个，他再补回去，糟糕了，黑棋。现在还有扳吗？现在扳，他可以团住。团住就行了。刚才扳你不能团住的嘛，对不对？对。是啊，他走什么都可以，他只要把你分段就行。对。就是你只在这个的时候。哎，那我现在扳我团呢？我不是可以冲了吗？没有，不行，挡住还可以打吃。对，所以这个棋它这个是不好棋。李世石经常是在一些局部下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好手啊。是，鼓励这地方是陷入了常考。他最后是选了这个是多制造点头绪，对，但从结果来看也未见得好，确实是，但是现在除了这步棋是不是也没有
没看见有什么好办法。这地方冲是很明显，就是可以成立的突破，也是突破这个应急的一种下法。是，他现在走这个对。可怕的是这一顶啊，这个对还要这个是四个子还有点危险，现实的。但是他为了走这个是吧？有这靠呢，绝不可能算解决一个难题了。但是再冲，这个是其实就是一个转换，对，形成一个转换冲。然后他藏这个，然后他吃掉，这是一个转换，形成一个转换。那这个转换，白棋再补一个。这个转换，曹老觉得怎么样？肯定白棋便宜。白棋便宜啊。这白棋这个还可以补的大一点。这也可以。这个黑棋吃了六个子。对，十二目。但是白棋这边好像这边收获更大。对，收获更大，并且其实最初的话，大家如果还原成最初这个图形，就是从黑棋这个打车开始，那黑棋时空上的损失就很明显了。从打车开始的话，他是花了一步棋。黑棋先动手。对，然后你把这个的本来可以吃四个打车吃四个的手段卖了。时空上这个黑棋肯定亏了。对，经过这个转换，之前我们觉得黑棋鼓励还是不能说有领先，但是至少还是不错的局面。是，但是转换之后好像这个很明显进入了这个李世石的一个是应该是优势吧，应该是优势的，应该是白棋，白棋的不错的，白棋补得很老实，他补在这儿补的是黑棋打入白棋，这个是主度，主这个突固。刚才您还是推荐是飞，现在鼓励直接打入进去了。不能飞了，飞它空肯定不够。所以这个打入也是一种胜负手啊。对，是这样。他现在也没接的话，可能有点小危险。怕小尖吗？小尖跳都可能可以。因为这一打，白棋打还是先手。对。然后他这要盖住的话，我想也是白棋形势优。强硬的盖住。就是说你如果搬我断你打去，接上我就上面拐过去，这个也是白棋好。白棋的这个方法比较多啊。对，所以黑棋现在是没有空闲接这个了，他是在脚里腾挪。靠一个，对，挡住，夹。努力要尽量的把棋局搅乱。搞复杂。能够乱中取胜。乱中寻找机会，他顶上，这地方是白棋是得到了一个冲断，这是白棋的一个先手便宜。对，黑棋只有退。退。其实现在的话，按说是白棋这个断是一步绝对的一个先手。先交换一下。如果断完的话，不知道他敢不敢走这个。这个是用意什么呀，曹老？全部把它吃了。那是说？不断的话，以后它尖是，你断不着的话，硬腿先手，这地方就活了。哦。是这样，就是说你在挡住的话，它可以用力先手。它当然这边是爬掉。你这个断不见得断得到。对，因为你把它放进来了。特殊情况下。因为走这个的话，你已经把它往你空里放了。对。这个是准备，实际上是准备吃的。比如说是跳这个。是准备吃它，看着这个先手就准备全尖。这有一个强硬的下法。不过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可能白棋也不用下风险那么大的棋，对，他就走这个。这个是一种且攻且守的一个下法，攻两回自己守回去，他空就够。黑棋出头。白棋压。再冲出来，这是顺掉，然后呢，白棋实际上现在目的性很明确，就是如果能这块棋成空，这个地方安然无恙的通连，就够了，全局失控就够，就比较简明，够了，这个棋，这个实际上是个胜负手，黑棋，顶一个，对，如果白棋老实的挡住，行不行？挡住也不是说不行，他可能还要冲你一下，就是尽量要把这个差距缩小。这个心情不太好，确实这个
其实白棋心情不太好，这个被便宜的，便宜的有点，对对对，关键是心里不舒服啊，很不舒服。这棋是这样，嗯，这个棋如果说这盘棋白棋，我这是我打个比方，不见得是恰当。如果说这是白棋这样下就赢了，嗯，并且这盘棋是你一生中的最后一盘棋，你可以这么想。否则的话，你这个就都不能这么想。就说完全为了结果，为了赢棋。对对对，因为你这样下的话，你以后的对局，你的对手就不会怕你，然后你还对今后的路不好走。对，今后在江湖上就不好混。所以这个棋是不能挡的，这个是为了保持你以后在棋坛的一种威势，所以非得出去不可。这个是气节问题，对对对，还是要冲出来。嗯，对，这其实有点复杂。下到这儿的话，嗯，其实我在看这个比赛直播的时候，嗯，是觉得可能黑棋还有点机会，有些机会了。这样下才有机会吧，起码是这么说。就通过这一顶，现在黑棋有一些机会。嗯，对。但是我们还是看实战啊。对，看实战，它长。因为李世石他敢于冲出来，他肯定也是有计算的。他应该是有计算，不是完全是局面是有点复杂。我不知道这个压是不是给了李世石意外的一击。现在一压。对，这个别的下法都不能成立了。实际上你走这个的话，嗯，黑白棋都可以挤进去。啊，挤。对，那就要吃。这个吃要吃，这个肯定很明显。很明显，有。嗯，小尖呢？小尖也是这样，他也这个挤，他这一个冲回来。对。那是走这个，走这个的用意是这样。你如果搬的话呢？他就搬，嗯，断打，断打他接上，再断打的话，他断打这个，哦，断这里，对，你接上，他有个搬，这个比较讨厌，是，嗯，这个有点麻烦，你如果粘住黑棋一粘，嗯，对，好像对杀，对，白棋有些问题，那你如果吃的话，那吃他滚一下，脚底就活，这个。亏太多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棋当压的时候，似乎白棋就是黑棋是看到了一点希望。嗯，这个棋局啊，嗯，有点复杂，有些复杂了。现在白棋呢，实战是折这个尖，我不知道这样的棋是不是都是在白棋的，就是预想内。对，当然仔细推敲的话，白棋还是能够成立。嗯。如果全在白棋预想内，我觉得李世石也挺可怕的。是挺可怕的，因为他把黑棋全部放到自己的空里来。对对对，因为现在你如果单拐的话呢，白棋是一路一搬，它是活棋，嗯，一虎在这儿它就活了。对，它不能单拐，所以呢，先搬，它是先搬这个，先搬这个呢，黑棋就一路立了。现在你如果再拐这个呢，它就一搬一立，它就活了，典型虎。板六活棋，这个活的话，黑棋自身就有问题了。白棋活了，黑棋就不活了。对，这有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图形啊，实际上大家注意啊，这两个扳就变成了一个扼手。本来的话，这地方它有个夹。如果做死活题的话，对对对，是局部它是没有活干净，可能还要靠一路啊什么度过的。对，否则局部它是有问题。这个扳是很卖味道的。对对对对。但是它。他到了拐之前，如果不搬的话，他搬了一虎就活了，所以这地方是，他有点痛苦。黑棋搬完之后，觉得这个拐下去也没什么用，只能自己苦活了这地方。这个立先手，对，现在可以拐过。嗯，我不知道是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断一个的话，黑棋能够下什么？现在马上断。对。黑棋吃不吃？吃的话，这块棋是没活。嗯。但是不吃的话，被爬一下。对，也这个也是很心痛啊，也是受不了的。这个是也是很想下的一步棋，嗯，但是这地方李世石是收兵了，他爬了一个，这是有点胜利宣言的意味了，因为他是这样，他走这个。因为这其实每方4小时，我想下到现在应该还没有进过读秒。
只能说可能还没经过可能，但是如果一方是双方用词的差距。如果有差距的话，可能某一方会进入读秒。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可能不是在读秒中下出来的。大概，正常是这样。这棋呢，就黑棋，实际上还是挺困惑的。就这地方它有个段。对。如果它要走回去的话，这地方还有个段。嗯。它要靠一路走，就有一个渡过嘛。它如果说这个断掉了以后，一路后面没有了，白棋随便走一个，这块黑棋就整块是死棋。等于现在黑棋还是处在两难的一个境地。就这个地，你这个段你要补，这个段你也要补，怎么办？所以其实还是不好办，还是有问题，对。冲。退。退。对。然后贴一个。这个也是一个胜负手吧。因为是这样，就是说，白棋啊，这个地方是它是有个挖，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冲是先手一个冲段。对。他现在呢，白棋这个呢，先手呢也很重要。对，对，这个先手的话就也很这边很厚。对，但是你这个先手卖的话，就是两段只能选择一个。对，实际上黑棋走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其实也有补这边的意思。希望你把这两个交换了。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希望看看你是走这边呢，因为我这边有加下去嘛，加下去整个白棋也没活。其实鼓励还是想尽量的制造一些复杂的局面。对，是这样，是这样。对。但是李世石很干脆啊。直接就断上来了。这个断是很厉害的，能够断成立的话，但这棋黑棋也是最后的胜负手了，拼一搏，拼搏一下。因为这地方它气势不够，就是说这地方它这样的杀气，它是有问题的。就是白棋可以接。如果。双，双它挡住就可以，挡住就可以了。这肯定是这几个子和好像哪边杀棋都不行。对，并且呢，白棋这个局部呢，它这个可以时刻保留着，对，就是不用先卖掉。它任何时候都先手，所以棋的话全部死。对，根据情况它还有别的利用呗，对，是吧？它可以如果说这个先手也好。有这个可能，因为他单走这个先手，可能反过来黑棋这个是先手。总之这地方白棋是好像这个回旋余地更大一些，黑棋对，黑棋肯定不好办。这个下面气不够，这个地方还是其实虽然说黑棋是就从这个压开始之后，给白棋制造了一些麻烦，但是现在还是没有看出。就黑，就是说有明显的胜机啊机会了，对，所以有些麻烦。但是黑白棋李世石，白棋还是计算还是很准正确，对，他是这样冲了以后一段，冲了以后一段呢是，白棋下了一步看得很清楚的一步棋，很冷静的一粘，对，这一粘，一粘能帮我们解释一下，他是这样，大家看得很清楚的是，这地方是有个挤了，有挤，挤完之后，你得粘住。我们看的最清楚不过的是，这个是绝对的先手，我们可以把它先放上去也行。然后呢，这个先手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活了，一坐眼就活了。换句话说，我走了这个之后，我这个里边，我是可以走一个就是活了。刚才曹老忘给大家说，挤完之后一粘。因为这边是新手，对，有一个打吃立下去经济独立的棋，对，经济独立，对，这个是也没有什么杀气的一个问题，这个所以说这个粘是新手，如果你们不走的话，这边一打吃，一粘一立是个经济独立，对对 对，您要补这边的话，白棋做活，是，所以说白棋就是白棋走这个的时候，黑棋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只有拐。只有拐，破眼。但是这个有点遗憾。他挤一下，依然保持着这个是先手，然后他挖。实际上这一挖的话，就是说黑棋确实是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了。而且他下得很巧啊，他不先冲，他是直接单挖。
冲好像也行，冲也行，但是在农画没什么不画的理由，对对，因为比如说你如果说要这么下棋的话，从职业棋的角度来说，它是很愉快的。好像这个变化不太可能成立。对，就是说，他如果走成这样的话，他总是挖好啊。对。他你要走这个的话，你还有可能走这个。虽然其实黑棋也不行。就是这一挖，其实职业感觉。对，肯定是要挖的。肯定是要挖的。当然，这棋已经是黑棋已经是绝望，黑棋是然后是打吃这个，打吃，实战他下了这个，然后。白棋当然是不会粘住了，对，如果粘的话，那么黑棋从后面也是。这个是这个错误是不会犯的。对是。然后他一打吃，这个白棋的这步打吃就成为了本局的最后一手棋。对，这一打吃鼓励是认输了。认输了。我们可以看为什么认输啊？确实不能再继续了。这个打吃是先手嘛？一急他就没气了，对吧？气不够，对，上面白棋差很多口气，这上面白棋几气啊？一气，差很多口气，两气、三气、四气，对，还都是四气吗？起码四气，至少四气，黑棋呢？你这才三口气，对，肯定是不够。你要接上才三口气，差可能都快两气，对，快两气样子。对，所以这棋当局面进行到这儿的时候是，当白棋178，对，打吃的时候。鼓励是投子冷负。那么第六局呢？鼓励认输之后，那么总比分十番棋的总比分呢，就变成了李世石是4-2，领先。对，确实是这样。本来这盘棋我觉得真的可以叫天王山啊！如果鼓励获胜的话，就3-3平局了。那么这盘棋输过之后，4-2这个比分又拉开了差距。对，拉开差距，然后呢，实际上。李世石进入了一个小赛点，小赛点。因为他只要赢到五盘的话，按这个比赛的规程，最后如果双方5-5打平，他规则是允许平局的。对，就是两人平分奖金。哦。所以这个棋，这盘棋确实也是挺关键的，非常大。当然好在就是鼓励离失败还有两盘棋，还有两盘棋，没有完全站在悬崖边。对。好好的，那么第六局是以李世石直白中盘战胜了鼓励，那么下一局呢，第七局呢将在拉萨举行，我们期待鼓励能够扳回一城。好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